联俄制美吗？华为与俄罗斯电信巨头合作 5G 开发。自从被川普列为黑名单之后，华为就遭到猛烈的抨击。不过现在看似有爱的俄罗斯要给他一条活路了。根据新闻网 The Verge 报道，中国科技巨头宣布和俄罗斯最大的电信营运商 MTS 签署 5G 开发协议。美联社报道，上周在莫斯科，中国皇帝习维尼和俄罗斯的老朋友普丁见面，这项协议签成可能与此有关。根据 CNN 报道，华为深陷美中贸易战泥沼无法自拔。 CNN 报道提到，川普已经引发对抗华为战争，美国 5G 禁用华为之外，也都不用它的智慧型手机或网络相关设备。华盛顿也警告其他友邦要限制或禁止使用华为的 5G 技术，因为北京可能用此来进行间谍行动。不过华为真是太幸运啦，刚好遇到完全不担心间谍或资安问题的普丁，说不定普丁还能利用这些技术呢。根据 CNN 报道， MTS 公司表示，这项开发协议将涵盖 5G 技术开发，以及今年和2020年在俄罗斯推出的 5G 试验网络。